同修，就是他想问，刚刚流产不到一个月的师兄，可能是自然流产，不是打胎，像这样的同修可不可以帮助设佛台带领上香？帮助他流产了是不是啦？对，有个同修他流产不到一个月。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他流产不到一个月，他是有意打胎就不好，如果他是自然的就好一点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开示。